대선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우두머리가 되려면 먼저 우두머리를 바꿔야지. 그런데 넌 찬챙이잖아. 결국 뭐지? 난 빼고 말이지. 你挺烦人呐，我操了，啊！你可挺烦人呐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我这得闪了，这人太多了，他们家盖伦搁这呢。这怎么辅助中 ADC 都过来了呢？我觉得应该带相位好了，带相位刚才我不用交闪的。刚才这发条，如果我刚才有闪现，他就死了。下来插个眼儿，这发条已经没有血瓶了啊！下波我们可以再干他一波。我都不吃这兵，我让他推出来。让他出来。这英雄就是这样，不用讲道理，没有道理可言。就无脑干。来，走一波。这不给我害死了吗？哦，我太惨了，给我害死了。哎呀，太难了。本来我不用死的。我的小兵线呢，兄弟们呢？怼他一波，上去救一波吸血鬼。好，可以来，这波我有水上行走，
哎呀，挺难受啊。小鹿的 E 技能，别着急呀、啊！你那么着急放他干啥呀？挡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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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不能上，别急。哎我操，难受了，这波一闪现一没一着，哎呀。这波可是薛飞是有点难受了，他把那什么打出来了，这发条，他把那个相位猛冲给打出来了。其实这个小鹿上的时机，我觉得薛飞是有点问题。等一下啊，右边打野马上唠，直接上来，这也上不去呀、啊，这也追不上啊！哎呦我操，这个相位确实挺烦人哈。没事，不推了，这波走了，回家了。怎么的，不让回家呀？先来个二速海，省着这玩意儿追不上，就应该带相位。其实这是遇不着人呢，这怎么能遇得到人？死？没事，他没啥伤害，问题不大。兄弟，快救我！哎呀，给我点烟了，我操！
真是挺打人，真是挺疼啊！我发现出不出日炎这是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别出日炎了，真的，这个小布甲先留着吧。这日炎出了没用啊，他家中野全部都是 AP 的，我出个日炎，我妈让人挨揍啊！ 去上路都，去上路，把这该轮给他越了，减速。 发条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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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多少个人呢？这哎呀，这别打了，兄弟，这吸血鬼死了，让他死了，咱就不管了。这怎么管你呀？你说你旁边的老些人呢？他们家辅助都上来了，这不扯犊子呢吗？ 真他妈疼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到了，还行，可以接受，琴女化机了，属于正常现象。 他们挂机很正常，但我不会投降的。这可怎么整？
回家了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不是折磨人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吧，俺们家这阵容也不是后期，也不是前期阵容，你知道吧？你女警装备她也没起来呢，吸血鬼装备现在也不错，靠吸血鬼顶一顶呗，着啥急呢？这玩的清线真费劲呢，这单带几波，这清线可不像个人呢。哟，没事，带个塔。盖伦来了。再来一波，再来一波，来个日炎吧，这清线太慢了，这哎呦我操，全残血，这波吸血鬼很难受，说实话。走吧，这不能再打了，快打死人了。他着急了，他不应该这么着急的，这是。这波如果杀不掉人就算了。哎呀，我先来个日炎吧，这不行，这青线有点接受不了啊，这个青线啊，这青线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。哎呀，给我炸死了！不过我们拿了个800块，可以接受，差个500啊！吸血鬼又死了，哎呀，吸血鬼没打过发条。仙绿甲在日炎，我能不知道吗，兄弟？没跟你说现在清兵有点费劲吗？所以我们先出个小日炎吧。
一个没补着，操了！这琴女就跟有病似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说反正你挂机，他也结束不了的游戏，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挂机呢？你玩去呗。我买绿甲性价比不高，要我破败影魔刀加上水银鞋。我买破败影魔刀水银鞋，我就1000多滴血呀。我觉得你说的这套装备才性价比不高呢。那影魔刀现在谁出啊？这盖伦好像我都干不过，打个红快。把这红拿了。650，这人从哪来的？我咋没看见他呢？没事儿，其实这跟带他天赋也没啥关系，这把输了不是天赋的问题。不过带的重印确实没啥用。吸血鬼太难了，一个人在那玩，我们也进不去呀。我们要爆就只能把盖伦给爆了。爆他一波当做位移，回家这波没死，运气不错。소환사한명의게임을종료했습니다吸血鬼已经神志不清了，吸血鬼连 EW 都没认出来。这不能去了，这소환사가다시연결되었습니다这去不了啊，咋去呀？不是说我不去呀，这也没法去呀，关键是对面好像也没打，其实我们就不投，哎，我们就不投，折磨这个琴女，我折磨她。
插个眼儿来，快跑！这小子居然没看见我，哎呀！这女警为什么敢往这儿走啊？啊？这女警还交易过来的，她是不交闪了？交闪了，那不有个跳弹，你咋不打回来呢？ 其实我应该整个秒表，我觉得这装备不对，小日炎其实就够了，不要用大日炎，这日炎不应该出的，小日炎配板甲，哎，跑得快，机动性高，这机动性太差了。 然后下一件装备，我们出石像鬼，哎，都这个样子。哎。 我们家打野死了，打野死了，应该就没了。GG，给点烟了吧？那死定了，这给点烟了。耶！我们不投，哎，我们就折磨他。 我让你这个逼挂机！太的。 他没在游戏里折磨自己，怎么的？他以后不玩了？他不还得玩吗？没事儿，我们下一把。啊。